电视剧《不说谎恋人》正在热播，由梁洁、辛云来领衔主演。该剧主要围绕方志友跟许一人的爱情展开剧情。剧中的许一人跟方志友因谎相识，后来许一人意外成为方志友的助理。一开始，许一人讨厌方志友，觉得方志友是个自以为是的人，但随着跟方志友的相处，许一人渐渐了解方志友，发现其实方志友是个外冷内热的人。后来许一人跟方志友也在相处中喜欢上对方，两人一起经历一些事后甜蜜相爱了。期间李哲再次介入许一人跟方志友之间，虽然一开始李哲是为了报复方志友接近许一人，但后来是真心喜欢上许一人。许一人跟方志友在一起后也多次跟李哲相见，虽然许一人跟李哲之间只是朋友，但后来还是被方志友误会。同时因为贺玉文暗中使坏，方志友跟许一人提出分手，许一人彻底心碎。不过后来方志友再次跟许一人走到一起，而且在许一人的帮助下，李哲跟方志友之间也化解了矛盾。